点到二十万给你们劈叉。
悠悠一
多少回才能不好热呀。
很热啊，家人们，跳舞真的很热，然后就是只能穿长袖长裤了。欢迎大家，然后家人朋友们喜欢可以点一下我们左下关注，然后谢谢你们等了我这么久，谢谢大家。继续给你们发福袋了，然后我们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点一点关注。真的很热啊，真的不骗你们，这个空调。这个空调真的是好热。来吧，我们跳舞啦。夏日祝的给你们跳一个惊鸿舞。我不知道，我可能刚刚被人举报了，然后怎么说呢，我不说话了，我直接跳舞吧，家人们。水，弯弯望着。
家人们，我真的很奇怪呀，我就是人在直播间做，怎么就那么多人举报我呢？可不可以留点积点德呢？能不能？同样是舞蹈主播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举报我？你要努力的话，自己加油好不好？说真的，我从来不会去举报谁。穿长袖跳舞真的很热。